Hello， 欢迎收看异星工厂太空探索，这里是生活那些事 Those things in life till， 我是小宝。好，那我们这次废话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赶快回到上次的进度啊 ，EP13。那上一期呢，原本我们要把子平给搞定，但是呢，后来发生了点意外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这一集呢，在结尾呢，我发现了一点点问题哦，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吧啊，我们先再多制作一点这个炼油厂，因为我发现不太够，炼油厂跟化工厂。那炼油厂的部分啊，需要玻璃，需要很多玻璃。我们先把身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给放掉。Sorry， 然后呢，这些木头类的没有用的东西，还有这个板子。OK， 我们来去，我们先多拿一些钢铁，因为钢铁用量会非常多。好，那还需要石砖。跟 Motor 还有这个石砖的部分，玻璃，还有 Motor， 哦，还缺水管。因为我们的量有点不太够哦，所以再来就是化工厂的部分。好 ，OK， 那目前的量有点看起来应该是够了哦。然后我们多拿一些材料，待会用得上。然后，这个快速的分离器哦，我也想多做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原本旧款的分离器，旧款的分离器，然后还有非常多的铁齿轮，然后它还需要电子电路板，这个热能采矿机。丢过来，看一下，他还是满的，好，没关系，我们想个办法，我们想个办法先，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这里放一个箱子好了哦。放一个红色的箱子，然后这种没用的把它丢进去。好，那你可能会好奇哦，到底哪边有问题？分离器的部分多做一点，然后这个。好 ，OK， 那目前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哦。那再来要修正的部分有几个？就是这个部分哦，一直我们都没有弄的。我们把这边给弄一下。这边的话，我想就直接好把它补一下，然后这边的话就接快一点的。那再来就是这边，这边目前看起来是 OK 了啊，目前看起来是很 OK 的状态，
但是这边我可能也想要把它给换一下，就是让它速度上可以快一点。好，那上一期的结尾啊，有个问题啊，就是我计算有点算错了啊。其实这个部分的这个heat shielding 这个热加热板，它的那个数量不够，应该还要再多一倍哦，所以就有点尴尬。那我们就先来把这个其他的部分先弄好哦，就是这边化工厂的部分啊，化工厂这里也缺嘛。OK，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目前是严重不足的状态。然后这边我们依然先让它供电。好，那这边的量呢有点不太够，所以我们继续追加，我们先继续做追加。从这边开始，整个拉起来 ，OK。我们的量不够，所以继续加。我看一下这里，这样一、二，啊 ，no， 二，这边还有一棵树。OK， 好，那这边的部分搞定了，那这边我们就要做一下修正。事实证明哦，我们还是缺了蛮多的东西。这边就这个是煤气的部分哦。好 ，OK。那石油的部分呢，就是比较简单。好，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水管。哦，水管的部分。有三个。好。好 ,OK, 那我们把电给通上去。好，目前那这样没有问题，这边的量是非常足够的啊。再来就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先把这边的产线给跑起来，然后我们再来修正一下。下面的部分，因为下面的部分比较花时间，我想先把上面这个，这一部分有个产能组件嘛，那产能组件的部分，我想要先把它给弄起来。那这边的话，因为出了点问题，其实也不会有意，其实也没关系的，这个可以拆掉，这个可以拆掉，原则上我目前是用不到。那就是让这个因为产能组件的话，它需要滤板嘛，滤板跟这个有点尴尬，这边我们稍微
做把它拉开就好。啊 ，shit， 东西拿的不够。我们钢箱的部分，我还蛮好奇的，我忽然发现一件事，为什么这个都没生产呢？哦，原来是这里。哦，那你那一格一直以来都我都没注意到，它都没有生产东西，所以还蛮怪的，非常的怪哦。这个啊，这个不行。好 ，OK， 好，没问题。好，那这边红板的部分已经顺利的在进行了啊，顺利的在进行。那这边红板的部分呢，也还蛮顺利的，就都是 OK 的嘛。好，再来就是产能组件的这个绿色电路板的部分哦。好，绿色电路板，我预计可能目前看起来这样的量好像只能做个两三台。好，那绿板的部分的话，因为它是我看一下两秒，所以电子电路板我们做六台好了。那一样需要一个铁一个铜矿哦，一个铜的部分，那就是这里哦，这个部分我们可能需要用到，让它分开来啊，让它分开来，因为怕之后会不够。所以我们就把它的产线都做一个分开。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另外一条新的。这边为什么会没有石头呢？为什么又没有石头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吗？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啊，一直持续都有石头来。哦哦哦，我想到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那个停电的部分嘛，然后就要石头。还是因为石头用量太大了，所以完全卡住。那既然这样的话啊，我们就另外拉一条石头的产线过来。另外拉一条石头的。好尴尬，这个刚好卡到那个。行，那我们石头就不从这边走哦，因为之后石头我们也会用到，啊，之后石头也必须要用到，所以势必还是要拉一条，新的路线过来，会比较保险一点哦，会比较保险一点。好 ，OK。那再来就是铁铜片的部分。啊，因为这边的话是要做这个。这样好了，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好，那因为我需要六个电子电路板。啊，这边的话，
这个电线哦，真的是。K 的还蛮烦的，这个好，好，目前这样是没有问题。我看一下哦，因为我是打算让他走，电子电路板嘛，电子电路板直接做出来，然后就可以衔接，就可以直接衔接在这个产能组件的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像子频的部分嘛，就是铁轨电炉产能组件，铁轨电炉产能组件，好，这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OK， 那我们就简单一点吧，这边。如果是46台63，6，6，然后看一下六，2:1，2:3嘛，2:3，所以是9台，九台的话跟得上吗？九两条路线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应该是没问题。因为我们最外圈的部分原则上是没有在动的，就是没有在用，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内圈的这一条就可以跑了，所以就从这里开始就好。看一下，1、2、3。这边的话就直接做这个，那这边就是1、2、3，1、2、3。对，那这边的话就单纯一点。我们先测试一下，看这样行不行。原则上应该没意外，应该是 OK 啦。有个问题，这里面还是需要石板，所以直接向内抓就好。好 ，OK， 那这边的话就很顺利哦，非常顺利，这样是 OK 的。那我们就把这边直接复制，然后呢，直接我们需要6台滤板 ，OK。好，那这边就让它去建造，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需要这个产能组件嘛，那产能组件的部分呢？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了一点哦，就是直接丢在旁边就好。这里的话，我们留一个位置好了，之后可能会需要用到。看一下这么长的位置，非常的够用，非常的够用。留两个好了，1、2、3。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产能组件。那因为它抓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我们先看状况，如果之后不行，我们再来更改它的位置。那这边的话，我们一样做一下缓冲因为暂时我们没有用到那么多暂时没有用到那么多。好的，没有问题，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把它往外丢，那也不太行，那个方向有点不太对。
好吧，Anyway，不管，我们先看呐，看状况哦，之后再来定。那再来，我们把这个部分哦，这里的部分给重新修正一下，重新修正一下。因为这前面是不用动的，但是后面这边是需要动的。这边全部通通都要拆掉，因为全部都不够啊！这边完全比预料中差的太多了。哦，no，满了，满了，满了，那就我们生产一些电炉好了。那这边的部分，哦，它还在生产呢。好，这边的部分已经先暂时停止了。我们把这边的部分先给弄掉。我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生产的。化工厂，我直觉化工厂之后应该还会用到了，所以我们就多产一点吧。因为这边我们要做一下切换哦，这边可能也要先拉掉，这个也要先拉掉。反正这边一整个就是大失误。好，OK，那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好，那我还需要多一倍哦，还需要多一倍的量。这边的话，我稍微预留一点路好了。这边是这样没有错。我稍微预留一点空间，因为我怕它之后会有问题，不太够。好，这样子，OK。这边是。可以是在它的范围内哦。好，那这边我们先一样，待会再来把它接上啊，待会再把它接上。我们先把这个部分给完成，再来就是钢的部分哦。它需要钢铁啊，我们那时候是钢跟这个钢材跟硫磺哦，是一起跑的嘛，钢跟硫磺，钢跟硫磺。石板的部分可以先接上，哦，这倒没什么问题。好，那再来就是这个硫磺的部分呢。那硫磺的部分要重新弄一下。这边的路我先预留一下。这边走，那硫磺的部分，我想硫磺的部分哦，这一次我们就直接让它从后面好不好？246，原本是6台嘛，那目前看起来我们应该要再多一倍哦，所以，
硫磺应该是比较简单，就是水跟石油气就可以搞定的东西。好，OK，这个应该是 OK 的。糟糕，不太行，又忘记了。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哦，就是。但是比较占空间呢，比较占空间一点。是比较占空间的，但是这样的方式的话是，就确保是可以用的。哦，确保是可以用的。这个就比较好处理了，对的，OK，好，非常好处理哦。好，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了，比较简单一点。再来就是这个管子的部分哦。那这边的话，好，那这样的话，目前这个部分没什么问题。再来就是水的部分啊，水的部分的话，可能就要动一下。好，水也 OK 了啊。那硫磺的部分，我们就照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一次的话我们这样弄好了啊，这样弄好了，这样，然后。我们把电先通上，先把电给通上。好，OK。好，那么这边的电呢，我们也把它给通上。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是一样哦，分一下。糟糕。对，这样没有错，这样没有错。然后呢？然后这个部分就稍微的拉过来，这部分拉一下，
错了，这个不行。好 ，OK， 那这边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哦，没什么大问题。哎，为什么这里？这里有点问题。啊，这边都没有。哎，为什么会弄错了呢？奇怪。啊 ，shit！ 哎呀，装得好开心，结果都弄错了。哎，奇怪，为什么？啊，按错了。为什么呢？这样是对的吧？对吧？没有问题嘛？对。然后这一边的话，水的部分嘛，好 ，OK， 好，好，这下就没有问题了哦，这下就没有问题了。好，那再来就是。这个部分，上面这里倒没什么大问题，上面这里没什么大问题。好，这边出来的倒没什么大问题。这边的话稍微拉开来，那这边就比较。简单的拉过来，好，好，那剩下的就是这个啊，跟钢铁的啊，另外路钢铁的部分哦，就是供应给这个电炉这边使用的。好 ，OK， 那目前这样的话，应该供应量就会是比较足够的状态哦，这足够的状态。但是这边的话，因为感觉这边速度不太快，可能要因为这边的需求量着实非常的大，然后这边是完全是卡住的啊，完全是卡住的。这个部分可能得要做一下调整。这边要做调整的话也不太好调整，我们试试看啊，尝试一下好了，因为目前这样看有点乱乱的。这样的话用的是右边的，然后这边拉一条左边的，目前这样的话是这样，那这边的话就是相反的方向。目前的话，我们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部分会比较好。这个部分的话，这边如果往这边接过来，
哦，好，可以，还是可以啊。那这样子的话，哦，硫磺它就不会卡住，哦，就是不会卡住两，反正一线对一边嘛，那应该就比较不会有疑虑说会缺东西，哦，至少后面的部分，哦，我们待会再来观察。那这边就先让它制作。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面这边的，哦，红板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非常的足够，哦，非常的足够。所以说应该是还可以再追加，是不是？这边为什么啊？这边没有石板，不够，这边的石板量是不够的，所以这个石板的量不够啊。所以目前我们应该这里的问题是卡在这个滤板，啊，滤板的量不够，啊，因为这边缺了这个石板嘛。这边的话我们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看一下，如果从这里也不够，也跑不过去，要怎么解决这里的困境呢？因为目前这里的石板的量啊，是前面的部分是都足够的。好，那我研究的部分，这个部分继续。都把它弄出来研究一下。就是滤板的量不够，滤板的量不够。看一下要怎么解决比较好，解决这边的问题。因为这个石板的量已经是它的上限，我们尝试看看把这边给换成这种，就是比较快的，然后哇，不够了，我记得我们好像有拉一个做红色的，是不是？有吗？啊，好，看起来应该没有，看起来应该是没有，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哦，拉一个来做一下。有铁齿轮的，然后还有这个的路线，有这个的路线的这个部分，或是这边吧，这边来制作好了，哦，我们在这个地方制作好了。这边也不行，糟糕，这边都不好放。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好了。这边的话是可以这样放，这边这样弄。这边的话，
欸，为什么？为什么这里会有 这些东西呢？嗯，好 ，Anyway， 不管。因为我们需要的量其实不是非常的多，不是非常的多。那这边的话就是造一个铁齿轮，然后这边就这个。红色的供应箱。好 ，OK。好，那目前我们还是需要一些铁齿轮，我们要多造一点，所以我们就先拿一些吧。哇，完全是满的呀，这个都可以弄掉了。啊，真的很多东西。OK， 好，我们暂时先这样，这个都把它可以把它弄掉了。我没有那种专门的蓝图书哦，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他们常可能很常玩啊，所以他会把那个蓝图书弄出来。可是我的话，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都还在测试新的，一些新的想法啦，有的没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的去。用什么蓝图书？这个部分需要非常多的铁齿轮，要跟进。我们把这个部分给完成，然后再来就可以进行比较简单的部分。哇 ，no！太夸张了。好 ，OK。目前这样看起来是可以，那我们这个就再追加一下，因为既然量不够。我们就追加一下吧。好 ，OK。好，那这样石板的量应该会，原则上也没意外，应该就会非常的足够、哦。我们的这个有没有瞬间就是满的了？所以到这里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好 ，OK。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的纸瓶，还需要最后的一个东西就是铁轨。那我们的铁轨呢？因为铁轨需要石头、钢材，还有铁棒。石头、钢材跟铁棒，石头的部分，石头在这里。石头的话，看一下，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我们石头的量可能会需要很多，所以我们也是用这个部分，用这种的。Sorry。石头。然后铁片嘛，铁片在这里。我们这个不够了，糟糕。没关系，我们有什么用什么啊，有什么用什么。然后呢？那因为我们这个铁轨啊。铁轨大概我预计是可能做八台啦，八台，所以有鉴于它用的量会非常的大，所以八台的话我可能要
我们让它从中间走吧，中间应该是可以。哦，石头跟钢材是直接来就可以，那还有一个铁棒的部分，铁棒的部分稍微比较麻烦一点。我们就让它是三线的走吧。钢材的部分我们待会独立拉一条好了，我们先把整个缠线给弄出来。好，那铁棒的部分的话，0.5 秒需要一个铁棒，需要8个铁棒。0.5 秒8个铁棒，也就是说我们铁棒需要4个哦，最少需要4个才足够。那就是铁棒的部分，我们先来把它给弄起来。一铁棒的部分。这样做我不太确定速度跟不跟得上。16个。铁棒的话是 0.5 秒有2个嘛，那相当于1秒钟就是4个。44 48 32。应该是勉强足够了，勉强足够使用。好吧 ，Anyway， 我们先暂时不管这么多。那这边的话就有点，有一点点太靠下面了，有一点点太靠下面。因为这边的话，我希望。在这边嘛，这边的话，我们反个方向做好了。我想要让它从这边开始，从这边做，从这边开始做。因为有8台嘛，1、2、3、4、5、6、7、8，这边稍微高一点好了。8台铁棒嘛，对嘛，八个铁棒，八台的话8×26，一秒钟可以做32。然后这边八台铁轨，每秒钟需要，它是0.5秒需要，0.5秒需要一个铁棒，需要八个铁棒嘛。那八个铁棒就是一秒钟是16个才对哦，16个，8×26，4，4×8，不对，用错了，其实是4台就够了，应该是4台啦，4台的话就是4×8嘛，一秒16个嘛。那这边的话也是一秒需要16个，对吧？8台 ，OK， 好。这边的话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我们就直接这样放吧，好。直接这样放，然后呢，这里就是铁板进来的地方。那再来就是它拉出去之后呢。后面就是这个十个，1、2、3、4，四个，就是这个最主要的铁轨。好，那铁轨的部分就是铁棒的部分。铁棒比较好处理哦，铁棒比较好处理，就是单纯的拉过来就好。
们先把其他东西给拉过来哦，其他东西给拉过来。那石头、铁板，然后还有钢铁。那钢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够，是不是啊？目前看起来的量，还好，还可以。目前看起来的量是足够的。哎，这个石板，哦，反倒是这边石板的量跟不上，所以说那时候这边有多预留，就是好事，就是好事。这边。这样好了，好，不管。有点尴尬，这个位这个部分，把这里给取消掉好了。对，因为这个位置非常的尴尬，就是要过来也不是，不过来也不是。OK， 看一下这边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好，应该还是可以啦，应该还是可以。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话咧，这样的话这个就跑不动了，有点难解，就走下面也不是哦，走上面也不是。想一下这边该怎么解决，这边最后是拉过来在右侧的部分，好吧，那就只能够也只能够这样用了，这只能勉强一点哦，就是这样吗？对，这样子，这个样子用，然后这边就能，这边的石砖的量有点不太够，为什么？原来是石砖的部分也不够了。好，我们看看这样石砖的量有没有比较足够。好，那目前看起来的话，整个石砖的量是不够用，所以我们这边。看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点？
量明显不足。好，我们这边就简单一点，把这里也并上去，让它可以继续追加哦。看一下这样的量会不会比较足够使用，因为目前这样看起来是非常的不够，有量有明显有增加上去了，但是就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没有很足够。好 ,OK。石砖的需求量非常的异常的大。说实话比我想象中的需求量还要大哦，真的，我那时候在脑中 demo 的时候没有想到说石砖的需求量这么大，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情。那这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产线也要适度的增加一下，更换一下那个履带，才有机会跟得上。好，我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时间又有点不够了，糟糕。好，没关系，我们快一点加速一下，赶快把这个部分给搞定。欸，刚刚是要换哪里啊？不够的地方，这里。那目前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吧，应该是可以用哦，应该是可以用。目前看起来量应该是有追加。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适度的也把它给增加一下。哦，因为需求量都非常的大，就是一次啊可能要几十片的速度，几十片的东西。哦，我们尽量把速度给增加上去。让它可以比较顺利的让后面的东西也都能取得。原则上啊，原则上供应的速度是足够的。Sorry, 这两个忘记放了。哦，原则上供应的速度应该是够了，只是差在于说速度上啊，原本履带的速度上是跟不上的。这边应该也开始正常了。好，不管，那再来就是这个这边的部分。那好，我们把那边的东西拉过来。钢铁的部分哦，钢铁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只有用到单边哦，还蛮怪的。那不管，我们。我们再把下面这边的也拉过来用好了。好，没有关系，一样是可以走得动。
好，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状态是很好的。好，那我们就从这边走吧，哦。啊，糟糕，这个不够，不够用，我们有什么用什么，有什么用什么。才省得在那里换来换去的啊！哦 ，shit shit shit！ 那其实红色的这个地理传输带哦，有个好处是，它可以传的距离更远，它可以传的距离是更远的，所以其实还蛮 OK 的，还蛮不错的啦。这边的话，给拉过来。好 ，OK， 那就这边就比较好处理。这边就是第一条。好，这边先通上电。好，铁棒的部分，那再来就是，铁轨还需要石头跟钢材哦，石头跟钢材的部分。那石头跟钢材的话，看一下，因为它需要的量其实都不多了，真的都不多，所以原则上啊，原则上。上，我们从这里做一下分的动作，应该就 OK 了。在这里我们把它分成两条路线哦，就是两条哦，一个让它往外走，一个让它向内走。嗯，这边的话就该怎么分呢？有点尴尬，这边先分成两个，再先分成两个，然后再做，其实应该不需要了，应该是不需要，还是先分好了，先分好了，然后这边的话就不要那么在意细节的部分，细节的部分就不要那么太在意了，因为
已经有点 rough 了，这个。好 ，OK， 那这边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太好了，我们的那个终于感觉好像快要可以执行了。原则上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吧。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是 OK 的了。好，我们来通个电哦。好，非常好，非常好，哈，非常好。OK， 那再来最后就是我们的子屏啦，子屏啦，就是把我们的电炉拉过来，然后跟这个放一起，再加上我们的最主要的那一条产线，这样就可以完成了。好，我们最后的一刻，最后的一刻，这边还是得往外走。就一样，有什么用什么，把它给用了再说吧。好，弄差一点点。就我说的哈，美观就不要太介意了，不要太在意了，不要太在意。好，那这边的话，我看一下我们要设计的路线，因为要需要12台嘛。我想要让它从这边过去啦，从这边是过去的，因为这样的话会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点。这边的话就不太需要留什么了。好，看一下。我们以3台吧，3台为主。那这边的话就是需要2台。那这边的话就是子屏，然后呢，no， 好尴尬，到这个节骨眼，然后东西不够。我之后的那个还没有开发出来哦，它有一个可以，就是你可以。跟机器人说啊，我要这个东西，然后叫他帮你送过来，叫他帮你送过来，有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但是我还没有弄出来。而且其实我真的也蛮少，以前玩真的没什么用到这个功能嘛，可能我玩的不是那么样的深入，所以我真的没有用到这种功能过。这边的话我们就稍微简单一点。好，就这样。因为这边我想要留个位置，然后好，就这样。那至于这个的话，我打算用这个吧，用这种比较快的。
因为需求量也是很大的嘛。哎，为什么？啊、哦，搞错了。这边，这边，OK， 好，那目前的话，哦，糟糕，诶，为什么啊？好，这样才对，这样就对了啊。OK， 那，这边比较近的，它需要 ES。啊，好尴尬，真的超尴尬的啊。好，没关系，我们子平即将完成了，就差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希望待会身上的东西是足够，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给拉出去的。好，那这边的话，因为就不太需要一个就好。好，那一二，可以这样就好。OK， 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来试试看吧。不过很尴尬的就是这个电的部分。好险我们还没通电。我想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这样放。只能这样放，好，那就是以这样为标准，这个样子，一、四、六，二、四、六、八、十、十二。好，我们先造14组哦。那之后如果还有多的，我们再继续。好，我们再来继续。好，目前子平。算了，我们直接把它加上去吧，直接把它加上去吧，太多再说吧。不够的话，到时候也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好，那目前这已经是最高的上限了，就是我们会用到的最高上限。那这边的话就没什么太大疑虑了哦，就是很单纯的。在这边整个箱子就可以了。好 ，OK， 那目前子平的部分完全搞定了，完全搞定了。希望我们这边的产能是能够完完全全跟得上的。原则上没意外应该是都能跟得上了。你看这边子平已经开始出来了嘛。好，那最后。今天可能就先到这里哦，因为我们子平的部分，已经完成了，终于完成，终于完成。那之后就是要把这边子平的部分拉过来衔接。那我预计这个研究室的位置，我要稍微把它往左侧移一点，因为这一区是空的嘛，暂时用不到。又或者是往这边做延伸，哦，再多一倍出来，哦，把这一整片都弄起来。
好，那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哦，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真的把它看到最后的话，你一定会听到这句话。好 ，OK， 那就先这样啦，大家我们期待下次相见。OK， 拜拜。